Hello， 大家，我们今天要去吃羊腿。羊腿呢，之前是一个 food truck， 然后就是它每天会在不同的定点，就是 Midtown 或 Downtown 的。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，它就在我们家附近开了它的店。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是之前吃的时候都是点 delivery， 但是它因为现在最近开了 indoor dining， 加上今天天气又超好的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走过来，在餐厅用餐看看。然后听说老板是小鲜肉来着，那我等一下就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If you keep me in your pocket with your keys and with your wallet, you do. 就 indoors 人太多了，我就想说还是买回家吃好了，所以已经点好了，在等。现在要先来喝这个黑糖珍奶，好像很难抽。很好喝哎。几颗星啊？我觉得可以跟地方比，好喝程度，是蛮好喝的。你不喜欢黑糖的吃？那个珍珠非常 Q 哎。Hello， 我们到家了，等不及要吃了。那我刚刚忘记讲 ，Young Plain 算是一间台式餐厅，然后所以它除了有那个煎饺 dumpling 之外呢，还有就是鸡排饭，这是我们最常点、最喜欢，好像还有猪排饭吧，我很少吃那个，但是牛肉面我也很常点，也超好吃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星期五晚上，然后我现在要去跟同事吃饭。因为我今天没有去公司，所以我就直接从家里出发。那他们会直接打Uber从公司出发。那今天要去吃的呢，是一间意大利的餐厅。因为我有一个同事是意大利人，所以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吃就是 Italian food。那就先这样哦，等一下餐厅见，拜拜。我们准备好要去打疫苗了。好早哦，现在几点？8:20。回家睡回笼觉。嘿嘿嘿嘿。我们已经打完疫苗了，现在在等候区，要等15分钟才离开。我刚打进去的时候，手就觉得超酸，然后现在一直都还蛮酸，就是
左手打的地方那边，但没有到很痛。哦，是哦，我在录影。哎，可是我开始就是觉得到这边都有点痛，到脖子这边都有点痛，不知道是什么。给你们看一下其他人，现在大家是很像坐在考场一样，看大家坐得很像学生一样。打完之后呢，你就会拿到这张疫苗卡跟一个小贴纸，然后可以贴在身上，告诉别人会打过疫苗。我觉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体验。好，那我就晚一点再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的感觉，有没有什么其他副作用。先这样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今天来吃这一间就是算是蛮高级的中餐。然后我觉得这间餐厅还蛮可爱，就是它外户外的 outdoor dining 的这个花园，所以就是用餐环境还蛮漂亮。那等一下就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吃的东西，然后看看好不好吃。什么 peacock 的？Fried chicken， 起来好好吃。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那个平方一点的。大家，我们又来吃羊腿了。这个是明天才要上市的凉面，还有老板招待的小菜，老板招待的无糖茶。凉面超好吃，其他东西也超好吃，就是它。我们现在要去运动还债了，刚吃太多。嗯，真的。星期天晚上的快十点 ，gym 都没有人。来，准备好了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已经是我打完疫苗大概两个礼拜左右。那我前面影片有讲说，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打疫苗的过程跟我打完疫苗的感觉。在纽约打疫苗呢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打，是免费，不管你有没有保险，你只要上网 sign up 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去打疫苗。那我 sign up 完之后呢，打疫苗当天就带着就是确认的文件跟证明我居住在这边的东西，就去打疫苗了。那一进去呢，就是你会先去报到，然后他会问你一些跟疫苗有关的问题，比如说就是你这14天内有没有打过其他疫苗啊之类的。问完那些问题之后，确认没有问题，你就会被带到就是下一个区域，就是打疫苗的地方。那实际打疫苗的过程可能大概就5分钟而已。然后打完疫苗之后就有另外一个等待区，然后你要坐在那边等大概15分钟左右，确认就是你身体没什么事之后呢，就可以回家了。那第一剂打完的当天，他就会马上就是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要来打第二剂。我打的是 Pfizer， 所以第一剂打完中间是隔21天就会打第二剂。Moderna 的话是28天，我上网查了一下 AZ 的话好像是8周，就比较久一点。那第二剂的流程也是一样的，我自己打完第一剂的时候呢，也没有什么其他副作用，除了就是手很酸之外，基本上第二天我的左手是举不太起来的。那第二剂的副作用呢就稍微大一点，很多人都有轻微发烧的症状，可是我自己没有。我主要是就是全身非常酸痛，然后我就觉得那整个人有点轻飘飘，其实那个感觉有一点难形容。不过我第二天是请病假在家，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。那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可以打疫苗的时候，也觉得说到底要不要去打。但我后来的心态就是说，如果可以轮到我打的话，我就去打。毕竟就是我也还年轻，然后没有什么其他比如说慢性疾病啊，就觉得没有不需要这么担心，
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打的话就去。那台湾这几天疫情突然大爆发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就尽量不要出门，然后不出门的话大家可以追剧，如果不知道追什么剧的话呢就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那如果有必要外出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小心戴好口罩，然后希望这次的爆发可以赶快结束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啊，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，大家拜拜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咯。